综艺节目身临其境，中有一期张国立担任声音司仪，也许大家的目光都在流量明星王源身上。其中有一个细节特感人，张国立在休息的片刻估计是饿了，准备吃东西，刚从准桌子上拿了一块糕点要吃，刚到嘴边就掉地上，张国立捡起来吹了吹就继续吃起来。郭德纲发现了这一细节，郭德纲拿不出来是不？张国立不是掉地上了，郭德纲换一个。张国立摇摇头说换一个浪费。郭德纲流露出了敬畏的目光，乐得直笑。张国立这一个细小的动作代表了老一辈人的精神，在如今有些明星处处炫富的年代，掉地上捡起来吃的估计没几个吧，普通老百姓也估计不多，即使有要捡起来的想法，估计被虚荣的面子所打败吧。看到张国立老师的这一幕，大家可能给贵队属于只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有个回忆吧，即使做不到，至少也是一种心灵碰撞，大家说对吗？在2018电视剧品质盛典上，张国立作为嘉宾主持，当年的铁三角都到场，王刚、张铁林他们三人同台，老友相聚难免相互调侃，张铁林和王刚调侃张国立老了老了，还成了综艺大咖。在台上张国立调侃王刚60岁得子，到了70岁还在外面挣奶粉钱，反应过来的王刚立马做出要踢张国立的动作，张国立顺势倒在张铁林一旁，惹得台下观众大笑。最后张铁林说说明上了年纪照样也能风采，那确实风采依旧，曾经的老一辈带给观众的始终是欢乐。张国立能将掉地上的吃的捡起来继续吃，虽然王刚已经70岁，但他继续出来工作，虽然他们是比我们一般人富有，但依然在屏幕上为我们奉献欢乐的精神，正是一个演员的精神。有网友调侃说这就是演员和明星的区别，虽然是调侃，但的确这一些只有老一辈身上才有的品质。